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可以检测你这个到底是不是得到腱鞘炎妈妈手。你只要把大拇指放进食指里面握着，然后另外一手把它往下扳。如果你感觉这边疼痛，那你得到的就是所谓的腱鞘炎妈妈手。如果你真的得到腱鞘炎，那我们处理方法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短期你如果急性很痛的话，你是先冰敷，等到它步入慢性期，我们可以改用热敷的方法。我们还有一些好方法，就是说你可以使用这个肌内效贴布，你就剪两条，第一条你把它贴在大拇指的地方，第二条你就沿着这个手腕把它贴起来，那它就当做一个固定效果，但是还是可以稍微自由活动。那如果你觉得肌贴我不太会贴，那我们可以用手腕的这个护具，像这两类是比较适合的，它可以固定你的大拇指。像这两类它这个固定的地方就比较不一样，像这个是固定手腕，那这个固定效果就非常不好。